信仰纸飞机，逆风欧巴。嗨，我是逆风欧巴小耶，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。我是个基督徒，我喜欢交朋友，很多朋友都会问我有关基督信仰的问题。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信仰，所以决定制作一系列的影片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哦。你们可以留言给我想解答的问题，我会尽可能的回答你的疑惑，愿神赐福给你。